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ra 的 AK， 多谢大家一直咁支持 Mira。今次加拿大的参赛者都非常之踊跃啊，见到大家都非常之有 talent。如果大家想见到你的表现的话，就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的全民造星五啦。走到布幕后，像烛光连曙光再发光。全民造星五，5月15日起，星期一至五于新时代电视2台播出。